唉，又系呢啲闷闷啲啊！世界上面有好多文化，好似非常之精彩嘅文化。咁啊，無論歐洲嘅、美國嘅、日本嘅咁樣，诶，小老板王泽、哦，大家快啲嚟睇，大家快啲嚟睇！有啲人做壞事，有啲人做好事。咁啊，總之係最偉大嘅就係救人類，救咗呢個地球。都睇翻就係、是、咁，老夫子係做咩啊？老夫子大班書，無業遊民。你哋系无业游民，我哋系金像男主角先啱。呢度有本大老板移民前留低嘅老夫子日记，睇下点讲。其实呢，我哋有两个老板，老王泽呢，原名就叫王家熙，系小王泽嘅爸爸。1985年，佢已经移居咗美国噶啦。而家佢不知几开心，得闲就钓下鱼，玩下陶瓷。老王泽，王家熙，1925年出生于天津，喺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之后咧就喺天津文化宫担任绘画师。不过1956年佢同太太离异之后，就一个人带三个细路移居咗香港咯。从此就展开咗佢嘅漫画人生啦。诶，大家好啊，我哋嚟咗啦。哎，仲英大哥，你好，你好。不，几乎20年前啦，就因为我要带我父亲翻嚟香港，要倾啲拍片嘅事情，咁啊，我就既然翻嚟啊，搵埋晒啲老朋友啊，咁啊，仲记得嗰阵时候。哇！所有啲漫畫家仲係年輕力壯嘅時候，我哋喺度食飯。咁對我嚟講，因為我係屬於下一代嘅，就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新鮮。變咗每一次我過嚟香港，都會揾翻呢啲老朋友，我父親嘅老朋友。因為發現就係、喺50年代嘅時候咧，《星島日報》《星島晚報》佢哋有漫畫版，
就變咗呢個漫畫版入面咧，就邀請咗好多唔同嘅漫畫家去畫。咁啊，我父親係其中一個。咁我父親就係用嗰陣時好似用萌芽，因為或者其另外一個名啊。呢個報紙入面覺得就喂啊，呢個成版呢個漫畫版入邊仲有空間喎，咁你畫多張啦。但又唔好意思話俾其他啲漫畫家話呢個漫畫家佢入邊有兩張，順便鼓勵佢啊，你用個唔同嘅名啦，好似係兩個唔同嘅人咁樣。所以變咗最多嗰一次咧，喺一個版面入邊有四張係佢畫嘅。但四種用唔同四個唔同嘅名字，所以呢個時候我開始了解啦。所以變咗我問我父親，哦，嗰陣時我畫緊嘅時候，你喺我面前行過咁啊，哦，咁用咗你嘅名字，哦，用咗黃澤出咗單行本之後咧，就唔改得噶啦。就係總之以後佢用咗十幾二十個名字，佢就係黃澤。所以在學校呢度已經學校咁啊，要點名，點到阿黃澤。一點到黃澤嘅時候，無論係老師喺度笑，或者全班學生喺度笑，就開始叫你老夫子啊，叫老夫子。變咗老夫子教你嘛，老夫子硬係喺漫畫入邊成日撞板，吃力不討好，因為嗰啲咁嘅事就佢幾乎佢係一個醜角嘅軟言，好似佢小丑咁。所以變咗人哋叫我老夫子，咁我又唔出得聲，然後老夫子，大家就喺度笑，喺度狂笑，因為人哋老豆咁都翻工放工，呀著西裝打領呔，我老豆好似唔係，呀究竟我老豆嘅嗰個專業職業係乜嘢？嗰陣時又講唔出，唔知乜嘢叫做漫畫，咁啊，冇理由畫公仔。我仲記得嗰陣時啊，我好細，比較矮啲。我老豆畫畫嗰張台，那個台面嘅高度差唔多到我鼻哥。在我企喺佢張台隔離咧，睇佢畫嘢嘅時候，我鼻哥啱先係。嗰、那個台面嗰度，所以我就睇住佢畫啲嘢，一畫漫畫，一路到我的鼻哥比較高啲啦，再高啲啦，再高啲，睇得比較多啲。睇翻1957年嘅佢最早期嘅漫畫，哇！嗰陣時佢已經好犀利，只不過以前我睇嘅時候，我唔覺得係點樣，就係因為都係公仔。而家睇翻1956年五十年代佢畫嘅嘢，哇！佢嗰陣時幾多歲啊？咁如果我係同樣個年齡，我畫唔畫到呢啲咁樣嘅？哇！真犀利！他把所有的香港的食衣住行，包括一些年節，還有一些風俗，都在這裡面，所以你會覺得很有意思。對我來講，他簡直就是用漫畫來寫歷史。老黄泽未画老夫子之前，已经在不同的报纸上高画了很多时事漫画。有时他会对于一个题材用不同的笔名表达他不同的想法，可以见到他当时的创作力已经非常澎湃了。黄泽呢，我想他由一个共产国家来到南方，都有带了他的一些不同的文化来香港，应该对他很多东西都很新鲜的。同埋佢本身就應該都幾融入香港個社會啦，所以佢最大嘅任務就係令到佢自己嘅漫畫能夠吸引到讀者。喺嗰陣時，邊度好似而家咁有咁多嘢玩啊？報紙上高嘅小説、漫畫就係我哋最好嘅消閒娛樂啦。香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有錢人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在建立緊家庭、建立緊生活，所以變咗漫畫是一個非常之平的娛樂啊。漫畫都是貼近平民，是好反映嗰陣時嘅中下階層
點樣遇到問題，遇到老闆壓力而唔放棄，跟用另外一種方法去表達，用一種有娛樂性嘅方法去表達，令到平民生活裏邊多一啲姿彩咁樣，夠共鳴。六十年代，香港嘅漫畫界已經係到咗一個全盛期。要吸引读者，漫画家就需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视野啦。但我仲记得就系、是、第一本书佢冇号码，因为唔知道你唔会出第二本嘅，冇人知噶。我觉得个我父亲非常之忙，非常之紧张，咁我唔系好清楚为乜嘢咁紧张，佢点样去处理嗰个封面？那個封面嗰啲畫要唔要重畫？要唔要再畫一次？啊，嗰封面得唔得？個顏色啱唔啱？在印刷廠要出嚟啦，出嚟啦，出嚟啦！啊，出嚟！嗰陣時當然係唔興記佢哋啊，哇！呢個印刷廠出嚟唔興記咁啊，佢書報攤開始去批發咁出嚟。要將報紙上嘅漫畫結集成單行本，其實我哋都唔知道結果會係點㗎。吳老闆，不如你講兩句啊！以前我留了4年，我出版第一期。一本都好，第一次印1万，好快卖完，这2、3盒卖完，再版8000也好快，一个星期卖完。他跟我当晚上最好的朋友。当我自己睇翻我父亲嘅时候，终于佢有佢自己嘅漫画。漫畫書出版的時候咧，我覺得就是一個漫畫家佢開始有自己的個人同埋啊呢個可以獨立出版，佢對佢嚟講就係、是、呀呢個好似啊社會肯定咗我。嗰陣時係冇錢買書嘅，喺嗰啲租書檔同埋剪頭髮地方咧，就睇到啲。所謂的那些刊物呢，其實老夫子當年就不是單行本的，老夫子是一本刊物裡面的一兩頁或者一頁這樣的，而畫得很好，是令到我們會笑的一個幾格的漫畫，很快他們出單行本了，就有整本老夫子，那時候就完全就對我來說就必定是會收藏或者是分享的漫畫書。老夫子和當時的其他漫畫很不同的地方，一個呢就是他用很多肢體語言來講故事，第二呢就是他那些人物的表情比較細膩一點。你們還記不記得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是什麼感覺的？老夫子可以畫到一些譬如尷尬或者怕醜啊嗰啲，佢都畫得到出嚟嚇。咁即係幫助佢講故事嘅能力強好多嘅。小學5年班嘅時候，同班同學裏邊咧有一個就功課好叻嘅，數學好叻嘅，哇！即係啲老師一問問題即刻識得答。咁但係佢其中一個嘅興趣就係睇老夫子。咁喺課室上邊咧，就經常都因為老師唔喺度咧，就攞出嚟睇啊，咁喺度咔咔聲笑啊，咁啊變咗話咩書嚟嘅咧，咁啊令到我更加留意到呢個老夫子咁啊。老夫子吸引力咧，我相信都係佢畫啲嘢係黐線啦、瘋狂啦、搞笑啦。我諗有啲似睇腦筋急轉彎嘅。你明明係見到一樣嘢係向呢方面走嘅，突然間呢個突嘅咧，跟住向咗第二個方面咁樣，咁好多嘅 surprise 喺度，驚奇嘅。以而家睇咧，佢好多嘢係畫得好好嘅，好精彩嘅。在個背景啊，喺嗰個人物嘅動作啊，畫啲動物啊，畫得好簡略，但係好精巧，畫得到嗰啲特色出嚟嘅。
畫面上面不會是太多嘢，有陣時係冇，當然得兩個公仔喺度對白啦。咁但係如果當佢有嗰陣時候，譬如畫郊外啊，畫啲山水樹石啊嗰啲，都係畫得好成功嘅。再睇翻嗰啲封面，畫彩色嗰啲咧，運用顏色啊、陰影啊，將嗰嘢立體化呢啲都係即係有一定好高超嘅技巧先做得到呢樣嘢。老夫子最成功的一件事是说的给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重复，就是重复的美学。重复原来是一种漂亮的东西，他几十年都是那套套路的，没有改变过。但是一代一代这样笑下去，或者一代一代从中发掘一些官能刺激也好，或者幽默感也好，同一套套路打了这么多年，咁咪咏春咯呢啲，咁功夫就系咁噶啦嘛。我哋都系个老夫子迷嚟噶，因为点解老夫子有样嘢咧？佢系将当时嘅社会现象啊画出嚟。咁嗰阵时咧，佢老豆啊最中意咧，即系佢爹哋啊最中意画咩咧？画嗰啲臭飞嗰啲叫啲飞仔。長頭髮啦，即係長到衰衰啊咁啊，著喇叭褲啊咁啊，即係佢好中意表達呢啲即係嗰啲醜態。佢唔中意説教嘅，但係問題佢嗰個態度就好鮮明嘅，即係喜惡啊。佢通過老夫子嗰啲，佢好淺易咁樣講咗佢自己個喜好出嚟。對於一啲佢唔接受嗰啲咧，佢可能就會用好粗暴嘅方式，或者係打佢一餐啊咁樣去表達咗佢出嚟嘅。對香港嗰啲所謂無厘頭嘅文化咧，佢就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嘅，因為佢老夫子本身就係呢一樣嘢嘅一個鼻祖嚟啦，可以講下。佢一個佢唔同有啲馬家唔同，佢唔係嗰啲 philosopher， 有啲馬家慢慢畫下出 philosopher， 好似花生漫畫咁，即係佢有自己一套道理。啲漫畫時有深度好緊要。我爸爸係一個好細蚊仔嘅人嘅，好童心嘅，佢冇乜機心。佢直接表反應就係呢樣事係唔公平，點解決咧？打佢，以暴易暴啊嘛！你咁賤啊，咁打係啊，鳩賤未？鳩賤未咁樣，即係佢一種喺佢係反應咁畫出嚟啊！俾佢冇得教人嘅，呢係佢個人感受啊！唔知你記唔記得？好中意洗頭，佢行好多要求嘅，水太凍啊，水太熱啦咁啊！我老夫子頂唔順，咪係咁拍佢頭，夠唔夠熱啦？咁拍，我朋友好識笑，夠熱啦！佢就照咁笑。嗱，呢啲就係表，即係表演咯，就表演。因為我哋學嗰啲音樂有一隻叫 pain gap， 即係痛苦嘅音樂，係啊，你跌倒嘅時候 ，pain gap， 佢好盜肉啊嘛，拍嗰下，滿能嗰啲滿能。他是一個天才。画老夫子我是可以画很像，不过老夫子就是他，老夫子不是一个造型，老夫子就是我父亲，他的动作，他那个老夫子的思考就是他，所以他那个小动作是他那个思考，所以我可以画老夫子那个人物，不过他那个思考我抓不到，所以动作可以弄出来，大家一看，不太像老夫子。然后他那个幽默也是，他那个幽默是他的看法，看东西的态度。Mary 小姐，呢度咁黑，不如嚟我屋企饮杯咖啡嚟。吓，乜你晒到咁嘅？咁七十年代主要香港嘅动画制作其实就系集中系一啲广告啦。同埋一啲電影商業電影嘅一啲片頭，或者裏邊少少嘅片段咁樣，咁從來係冇即係長片嘅製作經驗嘅。
咁但係好難得就係話喺七十年代中期，香港嘅製片人亦都係即係漫畫家阿胡樹先生咧嚇。咁佢就即係突然間有咁嘅念頭啦，佢就覺得即係香港應該有即係應該有佢自己嘅動畫長片嘅咁。咁一方面我諗佢都係睇到即係其他國家嘅一啲發展幾好咁樣啦。咁加上佢本身亦都係中意動畫，咁又有漫畫底，咁好即係好自然佢會諗到依個咁嘅構思。咁開始策劃嘅時候咧，就好多時候都係同一即係喺一啲即係周邊嘅朋友或者一啲資源嗰度埋手，咁佢就諗到老夫子將漫畫改編成即係動畫，咁都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諗法。咁加上阿胡樹元同阿黃澤先生咧，亦都係兩個係好好朋友嚟嘅，識咗好耐。咁所以我相信即係依個亦都係版權啊好多方面問題咧，佢會諗到啊應該好容易解決。咁於是就即係決定係即係將老夫子去改編做即係動畫片。因為香港就係本身冇依個動畫嘅產業嘅嗰陣時，咁要製作一套即係動畫長片喺嗰個年代嚟講，即係大大話話都可能要一百幾十人，一百幾十嘅動畫嘅專門嘅工作人員去集中，可能要一年起碼嘅時間去做一個作品。咁於是諗到一個折衷嘅辦法，亦都係可行嘅咧，就係話將個製作咧撥去台灣。實在係真痴假痴，是愛是精老夫子。第一次見到王者，他看起來不像漫畫家，就像一個很忠厚老實的不怎麼樣的上班族。他大概待了五天，我每天好像都跟他討論劇本。那老夫子到底要怎么拍？因为他是四个漫画，他又没有一个连串故事，然后我就开始狠狠的去看了一个月的港片。每次一灯光一亮，一散场，然后我就想，有没有可能拍比这个好看？所以如果老夫子用那个四个漫画这样一折一折一折，那肯定是非常不卖。那要怎么把它变成一部动画电影，我就开始思考，因为它里面有大番薯、秦先生，那坏人有一个赵老板，那老夫子常常要追求一个陈小姐，那常常在香港街头要碰到这个恶少，拿刀要打劫。你老太狗胆啊，起身！做乜嘢啊？仲喺度炸懵，我叫你起身啊！唔該你睇下後面，睇咩睇咩睇咩？呢兩屆我死黨，高高阿秦先生矮高阿大番薯，幸會喎老友啊！你以為多咗兩條友啊，我就驚你嘅啦咩？因為老夫子是漫畫，是黑白的，我們的動畫是彩色的，所以叫做七彩。老夫子是漫畫，我們的是動畫，所以叫做卡通，所以。七彩卡通老夫子七个字是一样重要的。老夫子拍完了以后，我们就决定先在香港首映，这个也合乎老夫子的，他的出生地就在香港嘛。当年七彩卡通老夫子在香港公映的时候反应都很好，因为始终就是说即在那个年代动画片是有一定的市场的，除了美国的日本之外没有的，所以就一定捧场，这个是事实。咁反應亦都好好，因為其實嗰個班底嚇，即係配音個班底，譬如有黃沾、有成咁，亦都係即係當時好受歡迎嘅一啲演員。咁但係實際上最賣座嘅地方咧，反而係台灣，因為睇翻資料咧，台灣嚟講咧，依套片咧係直到而家咧，仲係一個票房嘅紀錄嚟嘅，可以話係。我聽講就話過億嘅，係新台幣嚟講。咁依套片嘅喺台灣成功嘅地方咧，就係話即係當然台灣個市場係大啲啦，係人多啲啦嚇。咁而事實上，佢哋係好接受呢套片，佢哋覺得呢套動畫片係即係真係好有趣，同埋係有啲人係睇過一次，係睇過一次係再翻睇嘅。咁其實依個我覺得就係一個動畫嘅成功嘅因素咯，即係其實打破咗個地域嗰個界限，其實就唔係話一定要好香港嘅，而係即係可能係華人嘅觀眾。當然套片結果冇喺歐美上映啦，我哋唔知個反應點啦，但係起碼喺華人嘅地區，呢套片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作品。咁當然，因為佢個投資者啦，胡樹先生啦，另外成間公司啦，再加上導演啊，一部分嘅導演啦，同埋一啲
決策嘅人士都係香港嘅班底，可以咁講。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叫依套片係一個香港嘅製作嚇。咁依套片亦都係即係香港第一套嘅動畫長片。你想让我咬人，烦死人了！我美男就上当，美男美男，我系整蛊下你先生。老夫子啊，行过嚟啊！啊，你叫我，我来了。啊，干什么啦？我来了。啊！在老夫子单行本发行了不久，就有电影公司来洽谈将漫画改编成真人电影，正式将老夫子踏入大银幕。我要做大明星了。我记得邵氏那时候，高老全啊，他们 有一两批人演过老夫子，但是 我觉得老夫子必然是要漫画里面的老夫子，不可以人演的。一人演的话，就可能老夫子就唔係唔同樣啦，連講嘢啊、行路嘅方式都改咗，咁所以就好想話將漫畫入邊嘅老夫子攞出嚟，變咗喺我哋嘅世界入邊，佢會係點樣嘅咧？咁我哋又會係點樣咧？咁呢個故仔又會係點樣？咁呢啲就會令到一個創作電影嘅人好有好感興趣。我贏咗啊！係啊，你贏咗，你贏呢個發言權咧。啊！又為我講啊！制啊唔制啊！次次都點解你哋三個企喺度唔一嚟？咁我哋若果係去再擺得去接近我哋多啲嘅啊，去到而家嘅世界，因為老夫子我哋成日都幻想係哦喺六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嘅嘢。咁而家新嘅老夫子亦都有接軌而家，但係有一半係以前噶嘛。而家老夫子係。另一個王澤先生話：到而家我都唔係好清楚點解我變咗今日做呢啲嘢。只不過係因為我父親年紀開始比較大啲，我希望佢冇咁辛苦啦。出去釣魚啦，睇風景，就得閒就畫啦，唔得閒就唔使畫。就係希望佢生活比較可以輕鬆啲。我想了很久了，我想去武當山釣魚。好嘢！但對我自己嚟講係有另外嘅，就係、是、咁我可以更加多啲接觸漫畫。以前啊，漫畫對我係一個興趣，咁而家有更多嘅機會去接觸。開始我出去接觸嘅時候，我對我父親嘅了解，對老夫子漫畫嘅了解就越嚟越多。唔淨止係越嚟越多，係佢老夫子漫畫。將我自己的童年整個成長的記憶全部帶回來。我們差不多是1956年開始 住到最起碼1965年左右。以前我們就在入口，咁我哋住二樓，二樓有個騎樓，所以我就成日企喺騎樓度睇汽車啊、睇人啊，又睇學生啊、睇女仔啊。對，你看，有那個植物的地方，就是我們後邊的廚房。那時候跟五姑姑他們、阿信他們全都在這。全部都在這。我父親從來未教我哋畫嘢。但是呢，因為大家住在一起，老豆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就是 很自然。所以呢，我們由小學的時候，我覺得二三年級的時候，老豆在畫畫，我在畫畫。他是希望小孩子不要學畫畫，他知道畫畫很辛苦，畫畫工作做生活很辛苦。我知道我們的小時候都很窮。不過我記得以後中學畢業之後要讀大學。佢有同我講過，佢話：而家第日咧，第日無論如何，你唔好再去畫嘢啦，唔好做藝術啦，或者唔好畫嘢。我
我情愿去看你去学当一个修理汽车的徒弟。如果你走去修理汽车的话，你懂得怎么去修理汽车，你还可以养活自己。Yeah. 所以那个印象就非常之深。哇 ,OK。我们那个年代即是出去留学，各个全部香港人都是 engine， 没什么人读文学，没什么人读艺术。咁都係嗰陣時唔同啦，個心態唔同啦。而家好啲啦。而家時代唔同咗，因為以前就係你唔知揾唔揾到食嘅。所以變咧，自然就去咗比較稍微有想像、有創意嘅嘢。就喺工程入邊稍微有創意嘅嘢，就係建築咯。因為佢唔淨止係工程，其實佢係一個創作，佢要講嘅故仔。或者佢要做呢個設計。大學是學那個機器工程，我學了一年完全沒有興趣啊，算了。然後有一個朋友他去學動畫，就說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要是爸爸知道我就完蛋了。我初來做電腦工程，我畢業啊，咁機會有機會入到嘉藝嘅 CalArts， 即係嗰啲。南加州一個即係好好嘅美術學院，入咗去之後你就去噶啦，係啊，你冇將其他好嘢擺埋一邊。總之後生啦，後生唔會諗。但係而家年紀大少少，翻嚟即係自己有家人啦，開始明白我爸爸點解啊，唔鼓張我哋學藝術，因為藝術好難做。其實佢都知道，佢有六個仔，一手帶大六個仔靠畫畫咁就係辛苦啊。咁仲有唔穩定嘅工作，只因美術好多嘢都唔係生活必需品啊。哈哈，好多嘢都系命中注定嘅。老王泽先生有六个儿子，每一个都遗传咗佢艺术嘅细胞，而家全部都系从事建筑、设计、动画相关嘅工作。一年一度嘅书展又到啦，我哋又可以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粉丝见面。很多讀者一路喺追緊老夫子，追緊老夫子。所以如果話呢個作家突然間有一日佢因為身體唔舒服，佢冇辦法再畫，咁呢件事就會停咗。所以我諗最起碼我要將啲舊嘅漫畫攞出嚟清理乾淨，重新再出版。咁又係一樣啫，凡年讀者一年一年都有新嘅讀者。所以就攞出嚟，即係啲舊嘅嘢攞出嚟整乾淨咗。開始樣樣差唔多嘅時候，自己有冇辦法可以照同樣嘅方法去增加所謂多一啲嘅，或者我父親以前想做但係冇機會做，咁我幫佢做得唔得？只不過係嗰個時候開始有啲壓力喺度，因為個壓力就係點樣做啊？點樣畫？我哋試嘅過程，只有不斷嘅失敗，就不斷嘅失敗，因為失敗到你唔想再做，因為冇可能，我冇可能 duplicate 或者係重複我父親嘅嘢，冇辦法，因為佢係佢，我係我，因為我唔係佢，所以我冇辦法可以做到佢嘅嘢。但係老夫子個造型，老夫子嗰個角色，大番薯嗰啲可以。跟我父親比較來說，我們今天的老夫子其實不是我父親那個老夫子，老夫子還是老夫子。如果在漫畫這個造型和他的這個角色來說，他還是老夫子，他不是其他的人，但是因為創作的人不同，那個心態不同，思想不同，慾望不同，所以就是老夫子有時今天做的事跟以前在我父親的時代他沒有做，所以變成就是老夫子今天繼續做他以前做的事，再加上我們要他做的事。小時候媽媽只可以買一些漫畫書，即是沒有學壞，看老夫子是我想是以前就
着重娛樂性大好多，所以可能係由着重笑嗰樣嘢大於着重教育。我諗佢而家可能即係又要諗下個市場點樣可以繼續去吸引到新嘅讀者。咁新嘅讀者，我哋而家呢一代咧，好講究就係有冇意義先。對學生有冇好處先，或者對我個仔女有冇好處先，有冇益先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佢要面對呢個社會嘅大環境咧，係走咗去教育嗰邊係多啲嘅。記憶咧，圖畫係永遠好過記憶聲音或者文字嘅。畫龍點睛嘅意思咧，就係話喺重要嘅或者喺好好嘅地方加一筆，令到佢好上加好。老夫子嘅漫畫，因為佢係用漫畫去做一個引入。咁我睇完漫畫，哦，這個成語叫人面桃花，咁我明白點解啦。我喺小學開始睇老夫子咯，佢啲畫好靚咯，我覺得。嗰陣時細個好中意畫畫噶，有一本有講老夫子點畫噶嘛，跟住我跟住畫咯。我覺得好有趣咯，即係平時好悶，嗰陣時睇就覺得很好好睇咯。If he can meet you, he'll be very excited. Yeah, I'll be very excited. He's always drawing a Fuji picture. I can show you. 好神奇哦。My father introduced to me. My father is Chinese. My father is a Hong Kong. And every week I'll buy the sort of A4 size on the newspaper print, and I would buy. I have a huge stack from when I was a child, and I would always read it. And my cousins, all of us together, would read it. Now my son shares it with his friends. Even they go to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He still shares the Lofuji, and they all read it together, even though they cannot read Cantonese.The parents always pass on the culture to their children. Yeah, I have no idea what they did, you know, but it's a very good thing. Thank you again. Now, 在1994年的时候呢，人家跟我介绍王泽，他说。他的父亲年纪大了，然后在台湾呢，希望把版权能收回来，然后也希望能够在台湾办一个展览。那他找了很多人，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呢，是因为我当年是在叫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虽然不是从小看的，而且是长大时候才开始看，而且非常的有感觉。我永远记得那开展是在。1995年的7月4号，当然那一次呢，可以说也是第一次看到老王泽先生，还有我们漫画中的陈小姐。王泽到了台湾以后呢，他跟台湾的漫画界呢就有所接触，所以漫画里面呢，经常就会加进台湾的元素。他可以说开拓了我们的视野。王泽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也把老夫子呢带到了更不一样的境界。一定车厝讲是南下的车，请旅客前往月台坐车，并且注意月台边的靠徛。多谢。各位旅客请注意，天气阴一台，夜下天空黑，天色阴凉，十分快到左营的111平湖铁南下列车会进站。请旅客移动一台坐车的，请注意一台。今日世界上面嘅人嘅流動性好大，以前叫做移民啦，今日已經唔係，今日即係有人走去紐西蘭，走去加拿大，過幾日過半年，翻嚟香港，或者香港哇，直情嘅佢仲係加拿大籍，但係佢喺香港住，之類嘅，咁呢啲事情已經多到不得了，而且全世界嘅人都係咁樣。
琴晚食飯，隔離坐嘅含都係香港嚟嘅，喺台北。所以大家見到啊，就好高興嘅傾，因為變咗就係所有嘅人隨時隨地都喺所有嘅地方。老夫子又係同所有嘅人一樣，佢隨時喺所有嘅地方。上面就喺巴黎、喺美國、喺台灣。因為我哋所以變咗世界細咗好多。咁呢度咧就係台灣南部山邊有個縣叫做屏東縣，咁呢個咧就叫做美麟村。過嚟之後發現就係，你畫公仔，我公仔喺牀上畫，好幾啊，就佢哋好非常之重視。辛苦曬，辛苦曬，好飲杯。但我覺得就係我自己冇乜嘢重要，但我嚟咗之後，佢哋覺得興奮，我想幾好。咁啊，佢變咗一件事情，一件事件，你知嘛？變咗本地嘅媒體又就過嚟咁。2014年8月8日，王哲先生表彰其帶領竹田在地致力推廣文化、熱心公益及鄉里建設的卓越貢獻，頒發榮譽鄉民證。所以呢，有了这张荣誉乡民证以后，在我们竹田是可以像那个螃蟹一样横着走，但是吃东西要付账。来，校长付账就好了。来，竹田来。人物古仔累积落嚟就系佢文化。原来冇人知嘅一个好细嘅地方嘅人，会令我好感动。如果將老夫子畫到好似老夫子一樣 ，OK 可以，嗰、那個叫做專業。但如果老夫子繼續會有故仔嘅時候，咁我要抌啲入去。今次展覽我哋有一個主題啦，微趣橫生。英文 charm， 老夫子究竟係有好多 charm 喺度啊 但係喺呢個主題後邊，其實我有另外一個追求，嗰個追求咧，係關係到老夫子個人，呢個漫畫人物，佢嘅思想、佢嘅感受、佢嘅理想、佢嘅追求、佢嘅慾望，究竟係乜嘢？雖然話呢個老夫子，我父親過去幾十年已經做咗幾十年，大家對老夫子已經開始認識。但其實我哋真係要問嘅時候，發現咗，我唔係好清楚老夫子係邊個喎，又老夫子個人究竟點樣？其實我覺得漫畫唔係其實都係藝術嘅一種。其實我覺得 even 你睇下而家contemporary art 咁樣樣。from 日本嘅 artist Murakami 咁樣，其實佢都係日本所謂嘅 manga 演變出嚟嘅咯。所以其實我一路都覺得漫畫係 just a form of art， 即係好似你 sculpture 或者 drawing 啊，或者係 painting 啊，都係一個即係藝術家選邊一個medium 去演示呢一樣嘢。所以其實我覺得原來老夫子 it is an art form。Of course， 老夫子係一個香港好 iconic 嘅一樣嘢。亦都代表咗香港文化咯，咁我覺得我想同大家分享呢一樣嘢咯，咁亦都希望可以接落嚟下一代，即係可能年輕啲嗰啲，有啲可能唔係太了解，亦都有機會認識到呢一樣嘢咯。咁如果講到美術藝術嗰方面嘅嘢，你知咧以前我含咗去博物館、美術館。你可以入咗好似個皇宮或者一個神圣嘅殿堂，所以大家入咗博物館，粒聲唔敢出，行路比較慢啲，因為好似入咗教堂咁。但係我覺得今日嘅美術藝術已經係大家任何人都可以去欣賞或者享受。咁漫畫更加係咁樣，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哇！你影相，大家每一個人都手上面都有個手機。
影啦，都呢樣嘢，你如果你可以將佢感情帶翻屋企，更加好。因為所以我覺得即係因為喺呢一種嘅展覽入邊，大家越係可以自由嘅活動，自由嘅去欣賞，咁係最好。一個漫畫所謂經典或者成功咧，就真係可以跨時代、跨年代。我哋睇老夫子，反而依家睇咧係冇咗一種時間嘅距離。幽默咧就無論乜嘢年紀睇嘅時候都感受到嗰種幽默。譬如整蠱人啊，譬如一種發泄啊，咁都係每一個年代嘅人，每一個年代嘅讀者。我譬如我哋細個嘅時候睇，同或者依家我有個仔去睇，咁即係佢哋幾歲大睇，佢一樣係感受到嗰種整蠱人嘅樂趣啊，或者嗰種幽默感咁樣。漫畫入邊佢係一個比較幽默嘅人，漫畫嘅題材都係幽默。其實喺我呢十幾二十年慢慢去做老夫子，我發現有好多問題冇解決嘅。我唔知道我父親以前有沒有追問呢個問題。到咗我嘅時候，我發生咗，係喎，老夫子究竟係咩人？老夫子個思想係點樣？老夫子佢係做乜㗎？佢係全世界所有嘅漫畫角色裏邊唯一嘅演員，因為所有嘅漫畫角色都係有工作嘅，佢可能係偵探，可能係醫生，可能係一個。佢冇業有份。佢係一個演員，就變咗導演叫佢演乜，佢就演乜。哦，咁你就係嗰個導演。佢呢個係啊，佢要做黑衣，佢就叫做黑衣。但天日佢可能變咗係銀行家。Yeah, 所以他是一個演員，他應該是怎麼說，老子是 everybody， 對，即是人生，對，他是戲語人生。嘉玲姐，你覺得老夫子怎樣？即我覺得他是香港每一個階段，他是一個代表人物來的，他一直跟著香港，一直這樣生活著的，一直成長著的，是的。大番薯啊，秦先生啊，其實他們都是我們這些香港的普通市民來的，即是會遇到很多問題，但是即可以通過那些漫畫，他一句說話呢宣泄出來呢，我覺得是即好像你幫你自己說了一句說話出來。你跟我第一次来是什么时候？不就是跟父亲一起来拍戏的时候吗？一九九九年的时候，当时拍那个徐克监那是第一次。就我跟你那时候第一次来的，因为就我们俩第一次，对，我们两个，那好像就是陪父亲来的那个时候一起来的，就是、忘了。哎，我们是一起做的时候，对，然后在那个。那天早上也就是父亲跟我一起散步，对，然后他跟我谈你的事情。不过大台风做这个天星小子一定很有意思吧，大台风的时候是啊，哦，这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在水上面飘下飘下的感觉就是香港的一部分。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了解
那么交通那么方便，那个所谓的那个地铁，那为什么他偏偏一定要走那么远的路，然后到这里，然后上船？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因为那种是一种过去的那个记忆，让他一直想要重复在这个。对，你去看香港到九龙，九龙到香港，所以就像吃馄饨面一样。我哋两碗云吞面啦，蚝油芥辣啦，咁再俾埋一个牛腩捞面。牛腩捞啊？系，而家。嗰个感觉，嗰啲回忆嘅，系我同我老豆，佢喺。中環那邊送完稿之後，咁我哋兩個會走過嚟呢度食。嗰啲係咩？嗰啲係講啲回憶啦，一係感受，一係温情，一係父子。哇，好複雜啊！哦，真的不一樣，而且它一上來那個味道，哇，嗰啲味。Yeah.